我怕他煮菜的时候会烫到手，你觉得他会喜欢吗？哦呀，刚刚有一个赖加我好友，是你吗？是你的话，你给我三个行为。阿美阿姨是不是在帮你找那个相亲的对象啊？我可以帮你准备保姆车，然后有司机接送。我跟你介绍，他姓潘。女力报道，小资女上班记。立 TV 线上影视。